家庭海外出发的所有国家干部，今仔咱非常欢喜吼，时间吼啊搬出来，互咱特别甲咱的这个组成家庭，这个开幕分吼，因为伊就会使讲时间非常的无闲。那么咱自由咱的院长接任以来吼，咱会当看出伊啊加班。那么每一届咱若来到啊行政院，伊拢非常的亲切。拄只院长啊啊伫遮吼，第一代咱每一届咱啊举办了，咱拢会啊接受啊对伊会使讲表示非常的这个诶肯定。那么咱主办单位处吼，感谢咱院长对咱啊这个在讲的这个。接下来请蔡市长啊，蔡副主委，然后蔡，还有内政部理事长、行政院配的，我们慈观奖的慈善家庭，那当然也有母女，也有兄妹啊，夫妇阿拉伯啊，卡宝宝们啊，啊，实际上我倒是非常蛮感谢的啊。今仔日恁大家当了家，啊，台湾古登来，我们大概都注重的是经济发展，对于文化，对于心灵生活的提升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在长期以经济发展挂帅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真正是缺少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社会里边，我们有看到有一些偏激的行为，有一些非常啊让人家心疼的举动时常发生。那这个也暴露出长期以来我们是光是以经济发展、经济挂帅，而在文化生活的提升，我在心灵生活的提升，我们忽略所导致。所以当主办单位串理事长在联络的时阵，我马上交代我的办公室，我们尽速来安排时间。虽然我的工作很忙，我以大家为重，讲你啊大家最公允啦，讲安尼夫妇还是老母查某囝，啊是兄妹，安尼大家会当专注投入你伫自身的时间。我感觉这就是伫当前台湾的社会最欠缺、咱最需要努力的所在。那你第二日看到爸母安尼，我无相信，讲问题少年、问题青年，会伫咱自身的家庭内发生，我绝对无相信。就对你的囡仔细细，伊就看到爸母是外人，一看就感动的，伊绝对不怕的。所以，伊在讲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一个古长来做善事的家庭，这个家庭绝对是受祝福。这个家庭的囡仔细细，绝对是，让爸母看了，绝对心肝会真安慰，会怕的，那是真少。所以有人讲，好人会比铁靠骨气，有影。你会感觉讲，你的人生真充实。即摆每礼拜摕三点钟来做社会公益。